我们2个2天没有吃饭了，就是没有吃米饭。它可以加饭吗？我们待会去加一点吧，加饭，只加饭，加米饭。哈喽，我是 Danny。我跟芳芳决定，我们今天上午去吃点清淡的啊！不要问为什么，问就是我们芳芳倒不住了。这边这一份就是过桥抄手，然后这边这一份是干溜的，就相当于是干拌的。它过桥抄手还会给你一个这种蘸碟，然后它桌上有这个剁椒酱，它剁椒酱很香。我们发现这家店是无意之间一天晚上发现的。它剁椒酱真的好香啊！但是我觉得反正不辣，我吃的不辣。试一下吧。然后这边这个就是干溜的，就是干拌的，它上面有那个辣椒还有豇豆。我好火烧了，火不转了，烤肉了，弹到了。豇豆试一下，很香啊，这个味道。嗯，是吧。它干溜你尝一个，帮个忙。干溜的会稍微油一点，我觉得这个过桥好吃点。刚刚去旁边叫了一个猪脚饭吧，哎呀，我都好想吃饭了。这个干溜真的，你上来就要快点吃，不然像我一样就成一坨了。我觉得说是抄手，其实更像馄饨。但是吧，你说馄饨吧，它那个馅儿吃起来感觉又不像是馄饨。我觉得那些沙县小吃的馄饨吃起来就是那个馅儿，就是那种 QQ 的，你觉不觉得？就感觉里面是脆的。那这个里面就是纯肉馅。好吃的锅桥的，我想喝汤，好舒服。还有这个，它里面也是辣椒面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，我觉得还，反正我就觉得剁椒香一点，我喜欢吃剁椒的。我觉得这个饭好吃。饭好吃吗？尝一尝，刚放在旁边的这个猪脚饭。好吃。我们2个2天没有吃饭了，就是没有吃米饭，好香啊！它可以加饭吗？我们待会去加一点吧，加饭，只加饭，加米饭。如果不吃米饭，我真的感觉砸不住。吃这个，吃个饭好忙啊。
它抄手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个剁椒酱也好吃。把这个倒进去，这酸豆角倒进去，它这个里面还有土豆块，就成泥了那种。吃到一半，然后阿姨跟我们说他们这边也有猪脚饭。我们这出去坚持的拍抖音比较好看，好看些。他那个看不起色气。你给我们加一个嘛，加一个，加一个猪脚脚。再单点一个吧。哎，单点一个。吃那个量量要给你看了吧。拍抖音比较好看，不是瘦就行，不是。哇。看起来舒服啊。它是这种。是吗？哎，好疼。让我来试一试。那他这个猪脚饭的话，他是也是有饭的，只是我们没有要饭。再整个饭整不下了。哇，这个蹄膀来给你。我觉得它猪脚啃起来确实比较爽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